我一定要唱。谢谢大家，让我赚了10000多块。原来他们要唱，他只要讲这句话而已，真是够他。哎，唐志杰有话讲。真的有人买现场票？骗人！有人买现场票？谁买现场？真的假的？是骗人！你不要骗我！你真的买现场票？哎，刚刚我们请你吃饭，我们大家吃饭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在请客。你是吕天浩啊？哦，好，没错，我认错了，所以只有一个人吧？那边说买现场票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骗人啊！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哎，那你会唱这首歌吗？你要唱来唱。啊，那个太重力了，真的太重力了。这样变得好像是我们什么集资募款要发专辑的，1000块就上来唱一首歌，这样太爽。好，别闹，最后一首歌杨哥不唱，谢谢大家。一个人站在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让我赚了10000多，然后我以后办活动希望大家来看一下。